我不在写生，就是在写生的路上。彰化县文化局办理的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1磅游敬贤油画作品展，今天在彰化县立美术馆举行展览开幕式，彰化县长王惠美与会线上祝贺，会中有展出者游敬贤老师致赠第20届全国百号油画入选作品《玉山原柏》，市价约100万元，于彰化县收藏，由王县长代表受赠，并欢迎民众前来欣赏精湛的油画作品展出。透过他60幅的画，可以看到，透过他的这个现场的感受啊，所这个画出来的这个艺术品呢，我相信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享受。最后还是再次谢谢所有贵宾的一个莅临。常说啊，跟我讲，他不是在写生，就是在写生的路上哈、哦。他把这个全国国际看到的美景哈、哦，融入他自己的个人情感哈、哦，转化成一篇篇非常精彩的创作哈、哦。那今天呢，他就特别哈、哦、回乡哈、哦，这个带来60件精彩的作品。那很不一样是他这次呢，因为他拿手他出去外面都是用速写，他用的是钢笔淡彩的速写哈、哦，所以他这次有特别带来14幅哈、哦、他钢笔淡彩的这个速写的作品在我们展场里面哈、哦。可以去看哦，有几幅哈、哦，它有带手稿，同时实作也有在现场。你会发现那个笔触其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所以可是呢，可以呈现不同一个韵味出来哈、哦。其实我个人更喜欢那个钢笔淡彩那个感觉哈、哦。那我觉得老师他其实画风非常的这个厉害哈、哦，每幅作品哈、哦、可以说都是他的心血。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